第五位叫做四青海啊，这个它第一个单元呢，它是出自在1800万年前，1800万年前啊，当一个大寿是由阿罗汉进入毗湿佛，在第二个单元是1800年前，当一只骏马由毗湿佛进入了菩萨法界，在第三单元呢，800年前出家为僧，由菩萨界进入了佛法界啊，哇，这是很精彩啊！所以我们大家来品尝品尝他所讲的故事，很精彩。啊，这个第一单元我是四青海，先从1800万年前的说起吧。当时啊，青海是一只大兽，啊，这身上有着厚厚的盔甲，这个爬行的时候啊，许多小动物都会感到那种震动，啊，更何况是那么敏锐的小动物啊。这个小动物啊，都会逃跑。其实，在当时我是属于中型动物，身长大约现在人讲1.8米啊，1.8米了啊。单单是身上的盔甲壳啊，重量依现在人来大约是稍有5公斤重啊。如果加上五脏六腑等一同算入啊，大约有20公斤重啊，他的身体啊。所以这个许多小动物见到我啊，不认识我都会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免得被我啊叫声给吓到啊。因为当我见到其他动物的时啊，我会对他们发出友善的叫声。如果认识我的动物，它也会对我回声啊友善的叫声。当我发出友善叫声时，这个声音就是我的笑声啊。同时，双眼会露出弯弯的笑颜和两个嘴角上扬，一起往上弯的样子。所以整个看起来啊，就是一副有趣可爱又善良的模样啊。啊，这个每一个动物的叫声不同，音声大的连1公里外的距离都可以听得到啊，所以这个声音小的只能吓坐在树上小鸟啊，或吃草的野兔，发出声音啊有这么大，这个可以知道当时存在陆地上的森林多样化及属性有很大不同啊。叫声是动物里与动物之间的沟通方式啊，彼此可以啊从声音中听出对方需求及心情啊。其实动物比人类还要单纯的多，因为不会啊有计划及思维啊，有的大多数是生理需求，此如啊饿了找吃的食物，懒得找个避寒的地方，遇到危险就跑，有生理反应时就找啊配偶，有矛盾冲突争地盘会比谁有力气，为了要分出高下，因为胜者为王，可有占着一片土地，败者为寇，低个头拍拍屁股啊做人，这是自然界的啊所护啊。所以这个啊大家都会自动的啊遵守这个遵守，所以这个都看得懂，越是古老的动物越是单纯啊。所以狼啊是大家公认的狡猾动物，它们存在地球的时间也很久，在1800万年前呢、啊、狼已经存在人间啊。当时许多爬虫类动物生下来啊，生下来的蛋呢、啊，常常落成他们的食物，啊，这个之所以会称它为狡猾，是因为它们有一双敏锐双眼及双耳，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感受到，而会运用头脑设计一种让动物失去戒心的环境啊。
这个因此而捕捉猎物而得以生存下去，或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假死，让对方以为已经死亡，失去防备而然后反驳，一举成功。其实这些伎俩对人类来讲，当了解对方之后更是能够识破。所以人类为了生存下去，比狼动物多了许多的防备、戒心啊及念头设计，这也是为何人类可以啊一直进化而演变这个至今。所以啊，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原本自然的能力、单纯真理。所以许多动物啊，从这个远古至今啊，有的早已经啊被环境淘汰，不见踪影或自然死亡，有的被逼迫由平地啊迁移至高山、内地或是大海内，有的体型越来越小，很少有越来越大的情形，那是因为要适应环境的考验，啊，必须要减少自己的需求，生存下来，经过这些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自然法则，这当然要能够耐得了极寒啊、极热及地壳的动物，啊，这个讲这极寒极热，像我去操弄啊这个冰山了 啊，它那个狮子，它就这个冷它都可以，啊，冰狮子很多啊，所以要来像我们那个讲企鹅，哦，它的冰啊可以站在冰柱啊，所以这动物生出来都有热的，有冷的，有的是在火山内啊，所以这个啊极热的地壳动物，说高啊或平地被大海啊淹没成为海洋，或是大海来就是大海，或者是由大海浮出海底世界成为平地的，这一群大自然变化是地球演变，也是无常的一部分啊。那他讲这地球的演变，我就要给大众讲，就是宇宙准则啊。像我们为什么变动物变牛？现在我们看到啊，你吃牛，假如想到牛就变牛，这是因果啊。羊也一样啊，我们现在看到动物很多，所以他在讲说地球演变，也就是宇宙的准则。而人类的生命，就好像我昨天在讲那个海量他的菩萨法界，其实那个修行者啊，他不晓得那个黑鸟是那个啊乌鸦，乌鸦是专门吃肉的，所以他只能讲黑鸟，那是对的啊。这个一解开出来就知道说，哦，他不懂这鸟是叫什么鸟，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鸟来这里啊，这个鸟很多很漂亮的啊，所以也不晓得它名字叫什么，这意思是一样啊。所以这个而人类的生命在很早以前呢，甚至18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当时的人类是自然界中的动物一部分，为了互相支援，就是为了吃啊，这个互相保护，所以很早以前就有群居的情形，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与大自然生物一样，要度过啊极寒极热及地壳震动的考验，这也是人类进化的演进史啊，自然淘汰的法则。现在许多研究指出啊，在古早人类曾经有过非常文明超科技存在，而在一次地球大毁灭后啊，所有的生命啊皆死亡之后，又开始重新的生命，这好像我们是听过啊，像有人看在沙漠里还有最新的这什么什么盘啊啊，所以这给大众讲，这是他在讲这个是可能的。像我们的地球叫做尘处坏空啊，像我们假如说人呢、啊、为什么在这里要修好啊，这里修不好啊，你到了凡尘统计处啊，要12劫，12劫就是一个地球尘处坏空啊，要12次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人类来讲，这损失可大。所以我也劝大众，在这一次就成功啊，不要给命运的安排、命运的抓，
啊，都不能做主啊，所以之后又开始重新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其实这种推论呢、啊、是非常合理啊。这个合理在哪里？你现在看到了啊，我们也学佛啊，我们的科技、啊、看到孩子的污染啊，孩子、啊、对这网站的污染很厉害，而且脸型都变形。哎，你在现在在学校，在高中生啊，像以前那个阿华的房子就在那个高中生那个旁边，所以有时候早上我去哪，看到孩子形都变，啊，那个变的也不懂，就是高科技厉害，啊，所以这个，而且实质上是如此，这个重要的推论对现代文明人类来讲是要经过多少证据及古老化石的印证，才能做出啊推论。那为什么我这么简单的几句字或几句话就说出来，而且好像就是如此？那是因为我是在其中啊。所以大家好啊，在1800万年前，我是个大树，名叫做阿甘，那是我的同伴们帮我取的名字。在当时啊，灵性高的动物彼此之间可以有声音及心灵上的沟通啊，我不知道父母是谁，因为我有记忆以来就未见过他们，但是我却有许多同伴作伴，同伴们都有自己的父母。据团队中的长老啊告诉我，我的父母是团队啊团体中的领导，在一支团体共同抵抗外来的敌人中，为了保卫啊团体生命值啊及地盘，与对方打斗啊，虽然胜了利，在同伴啊欢呼声中，却因内伤过重，双双死在同伴面前。同伴为了他的啊英勇丧失感到哀伤，但为了实际需要，同时也推出新的领导啊。当时我只是一颗刚出生下来的蛋，新的领导是指派其中一位母兽出来，把我跟这只母兽啊孵出蛋的一起的啊孵啊，在总共10颗蛋里只要孵出5只小兽，我是其中一只啊，另外5只蛋是空壳，里面没有生命迹象，啊，被公兽给吃了，这是一种活命的方式，啊，因为啊，蛋含有极高的营养，蛋超过孵育期，还没有孵出小兽，这蛋自然会被淘汰，就是被公兽吃下肚，啊，这在当时我们的啊团体中有一种自然法则。幸好啊，我被孵出来，第一眼见到母兽时，我以为是我的母亲，就一直跟着她身边。啊，这是一种自然天性，但母兽一直对我保持一种距离，和其他4只小兽不同。我知道，但她不以为意，一样跟着啊他们生母相处一起。然后我总是吃他们剩下啊不要留下给我的哦。动物也有这样分哦，还有这种分别 啊，所以这个虽然啊，我是五只当中最后孵出来，而且体型最小，常常走在他们的后面，母兽也没等我，在团体中这样的落单队伍，最后的个体往往都是较瘦弱，走不动或是生病，如果没有父母亲的保护，很容易成为啊。其他猎食者的对象，成为他们的附中物，啊，没有其他的动物会救你，因为这也是自然淘汰法则，啊，尤其无父母照顾的弱者，既然没有办法跟上团体前进速度，往往也就会有病死饿死的结果。我在团队中幸运的并没有因此而死亡，反而渐渐长大，而且性情也渐渐显出不同。与其他同伴会对其他同伴动物
有攻击性的行为，而我不但不会如此做，反而会对战败落防而讨论那一方表示友善，帮他寻找食物或替他找避风啊遮风避雨的地方。今天的他这个心就对了，咒兽啊还有善良，像这个佛法界也是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五十兆细胞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当时啊，他们对我而言并非敌人，而是需要被帮助或者会死亡的同伴啊。好几次哦，我这样的行为差一点害死自己啊，因为对方也不相信我是好意啊，以为要他们的命而有攻击行为。但是在我诚恳地送上果子或带他们到安全地方，并且给他以友善微笑后离去，他们才知道我没有恶意。但是那时我已经离开他们身边。原来当时原始动物的生存食物链当中食物链中还有这样的异类的善行出现。其实这也是因果一部分，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四圣法界阿罗汉，因为在定中光道与我有缘，曾经救过我命的生灵好几位沦落成为大兽，所以我为了报答大兽救命之恩，下凡投入兽胎，而后成长，遇到这些大兽而求救他一命啊，以了结过去时那段姻缘。而父母的姻缘啊，亦是过去时所结识姻缘，只是他们因生下我及受伤，所以啊，与世间缘尽而终，命中。而我之所以逃过许多该死而未死的劫难，而是因为享有福报存命，故有惊无险。说这个有惊无险即度过啊，这个各种危险而代为啊，抚育我的母兽，以过去是当我进入阿罗汉前的轮回中被我遗弃之躯啊，故于此是在奉领导之命抚育我的责任而对我冷淡而不理，因为当时我啊这个即是如此对他，故此是在于自然是冷漠不理啊相待，而是因果报应。所以因果现象善恶祸福在1800万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四圣法界意识当时已经存在，这是自然法则。这个就是佛啊很厉害的地方啊，像我们四圣法界你看牺牲人体啊，牺牲自己有大慈大悲才能够上到四圣法界啊，像我们今天用四圣法界的心，我搞进去就是禅机观土啊，像我们人道不晓得珍惜啦，把这身体给毁了啊，所以有身体就有因果啊，这个因果善恶业报及轮回进行，而后当我再行大救之时，终于被一只被领导打败的大兽以为我有恶意而出其不意啊，一利爪抓了脖子咬住我喉咙后咬喉令我窒息而亡，但是我已经成为大兽，因此全身倒地身亡，而灵及时出体得到光明助他，将我灵啊直接带入毗湿佛啊。这句话你看他被咬了他没有恨啊，这个大兽助了他进了毗湿佛，所以我们人生啊千万不要有恨啊，你要看这个东西才知道说我们有恨的绝对不能见性啊，所以乃应当时知道啊，救其他大兽会有生还危险啊，而乃救之，使得约10至20只大兽因此得救。此举重要在于我心对众生之慈悲，甘愿冒生之危险而救，
现在佛也是这样讲，你们要得到佛的法身，一定养成阿弥陀佛四十有八无量寿经要去做到啊，你们才能够啊跟佛啊他的功夫你学得到，不然学不到的。现在这个就讲出来了啊，说这个啊有舍身之人，于是得以提升灵啊灵性，进入毗湿佛啊。第二单元呢，定中无家子，以毗湿佛定中不知过多久，突然被一阵鼓声惊醒，二经交接，风云变色，接下来则是遍地哀嚎，民不聊生。此一幕情景在我眼前浮现，心中有感众生之苦，苦不堪言。同时得见一位将军，才这么有感，并见一切，突然间呢，灵已进入了凡胎。事隔1700多万年之后，是什么力量把我带入凡胎？乃因之前一位对我有恩之救命之恩者，以当时啊救命之后，自己啊曾经许下愿啊，不论隔多久，距离多远，若之后他有危险，我愿救死，以回报救我之恩。于是啊，当他有危险时，我心自然有感，因为当时许下承诺啊是灵敏之灵性，之后啊即使于定中，乃是能够说到凡间与此愿相应者之情形，此为毗湿佛之灵性有觉，得以有显啊，为世圣法界圣者之觉性，自然存有之能力。愿力一旦发出啊，犹如心电感应，不论多久啊，此愿之能量一直存在，除非愿力实现，方能抵消此能量之感应。至今是1800年，当时中国战乱，民不聊生，我下亡进入马胎之中，主人即是之前我的恩人，恩人是个将军，也是一位爱马人。母马在怀胎家中，当母马怀有骏马时，恩人更有事情照顾。以母马生下骏马的当日，恩人做了个梦，梦见自己骑着一匹骏马出战商场啊，常常胜战，梦醒后见到母马一场下小马啊，见我和梦中那只骏马相像，于是对我呵护有加，训勤加训练各种反应啊，等小马长大啊，果然是一句啊这个啊骁勇善战的骏马啊，这个陪着恩人出战各种战役啊，佳音啊平团与一次出战时，在刀剑如风不长眼睛的沙场上，有一箭直射过来，眼看此箭即将穿入恩人之身中，骏马将身一斜，恩人由马滑下，随着来着好多支箭穿入骏马之身，骏马倒地不起而亡，因此救了恩人一命。骏马之灵啊即随出体，本是该回位毗湿佛，但因为啊因为之后恩人回朝有感时啊，暂虽捡回一条命而失去爱马，心中悲痛万分，并觉得人之无常及生命脆弱，于是啊冒死禀告皇上停战，让此残年之战得以停止，救了无数的生灵，于是我的灵啊给予毗湿佛啊借往上升至菩萨法界，而定于菩萨法界中。哦，这个心的善念很重要。我给大众讲啊，像这个黄梦这个东西啊，啊，你们应该心要存常，不要自私。哦，这很精彩的，啊，都是欣赏，啊，这个都是替人想，啊，像我们现在在跟着佛。佛也是教我们这样，教我们不能替人想，都自己想自己，大部分都不是，啊，不能见性啊。
所以第三单元又不知经过多少，一到金光将我从中照醒，此光明啊，温暖胜于菩萨法界作为之明光。于是醒后之灵啊，被此光啊亮光包围，将我送入人间，那是千年之后，啊，至今约八百年前，一副大户人家，正一缕鱼，啊，已怀十月临盆之际，胎儿确实出不来，正在难产，胎儿窒息危险之际，突见此道金光，将我送入胎内，啊，母亲用力，啊，之后啊，我出生毛毛大虎，是白胖可爱的男婴。二次亮光一直照耀室内，直至男孩产下，金光褪去，连产婆都一直撑起，从未见过这样祥和之光，说这个孩子必是个大才啊。不过一样是母亲，因为当时孩子生下来啊，已经啊濒临虚脱无力，母子双亡之时，这道光救了孩子，却无法救母。啊，母亦虚脱过度，却产后出血过多而亡。啊，这个此事为郑家带来的喜事，亦是悲伤。所以一死一哀，一生一死。啊，师父应验郑家老祖宗的话，后代子孙中将出一位圣者。不过，一同时失去一位良母，正好郑家啊郑家斌的出生啊，即是如此情景啊。难道老祖宗如此应验？当时即见到此情，故流传此事。于是祖父决定在此一喜一哀之中，以隆重礼处理的母亲后，亦为我出生感恩祖上之恩德。啊，从小我并未得到宠爱，反而是由父亲及祖父严格的教管之下成长。我并不像同年龄的孩子一般，常常玩乐嬉戏啊，而是严格的家中归宗，中归宗，学习各种的儒术、宗教、宗学、国术，所以我的长相庄严，却端正，每每令见着赞叹非凡之相。而我的这个非凡之相不是自是生的，你看啊，这个阿罗汉毗湿佛那个法相就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当然是不一样，不是读书来的啊。所以这个而我心中性情已同龙毛一样端正不偏，亦不喜欢喜闹，我一般孩子之同性，显得少语，稳重十岁之龄，如十五岁般。与大人眼中，明知此孩子必有过人之才，才能有如此之貌。果然啊，嘉宾从小一看到对方的相貌，便知道此人的过去。即日后发生时，刚开始家庭昨夜遭到蒙面小偷闯入，幸而家穷，而且只有他和母亲两人，于是小偷四处看看后快速逃走，吓得他和母子两人全身冒汗，整夜未眠。隔日当家庭进入家门，家兵啊见到家庭脸色恐惧未退，停一下便见到昨夜发生事，于是说出此过程，令祖父祖母及父亲家人吓一跳。于是父亲啊请家丁啊与母亲搬入家中后院空住啊，人多彼此也有照顾，不至于活于恐惧当中。当时呢家丁才五岁，其实家丁早有此能力，只是少语，未将所见之事说出，而此事一说更震动家人。祖父更加啊确认老祖宗所说之事，于是对嘉宾之叫得更不敢松懈。再有一次
林家大府虽然火势很快被灭啊，这个无人偿还，但是林家的李府大府全毁，幸而未波及到啊邻居，官府查不出任何所谓。嘉宾看到被烧的焦黑屋子，看一看说，乃是李家府内管家所为，为了掩盖多年来私吞不少家财啊证据，于是出此下策，啊，官府因此破了此案。为了保护嘉宾，此事并未让外人得知，乃是官府及祖父、父亲三人得知。这件事对嘉宾来讲，就像所出眼前所见的事一之谈，而对一般人而言，确实如获至宝，有时能力难得难求。再大一点，极至15岁，其实嘉宾双眼早已见得许多人所不知之事，平日对佛法书籍啊亦有涉猎，于是心仪于佛法之广博精深，包括魂魄长生、前因后果之事，啊，因其中牵涉许多因果关系，除非有缘人提持，故见而未也。心中对于人间之苦早已啊感触在心，而于佛书中亦学习到一般儒学所学不到之事，于是升起离世出世之心。想再更进一步啊习得佛法之精妙，于是向祖父父亲提出想入佛门进修之事。其实啊，二老早自有心准备，这孩子啊资质啊并非一般世俗之学可以满足，但是能入真门呢，乃是家中光耀之事，所以离尘脱俗并且能有救世之举，于是点头允许。啊，嘉宾并立啊，即启程进入城外三里处的佛清心寺。对于过往嘉宾心中无有任何啊眷恋，即使身处富贵之家，但求法之心恳切，早已胜过其他人。对于入寺啊，嘉宾便说明来意，想以寺中求的宇宙真理。只可是引入见住持师父，师父一见嘉宾之相貌及谈吐，再算算时日，更知为15年前所见城外一户人家，家家中所放出之金光，啊，便请嘉宾先住下，啊，适应寺内生活再说。一直脱下了俗衣，换上简单的居士服务，先带嘉宾啊。这个绕寺介绍环境，到了一处为18罗汉，此处与岩壁上雕刻18罗汉之像，嘉宾自此地啊，眼中所见的是每一位罗汉啊活生生的样子，并未只是雕像所显各种姿态。其实啊，我们的国清寺啊，这个18罗汉它是佛的嘞，我没给你们讲。啊，他都可以给你对话的，像我们跑了那么多的寺庙，国清寺的18罗汉最不一样。像我现在是没有能力要盖这个佛寺，啊，假如我以后有能力，国清寺啊，他这个啊佛像啊都退了，啊，他下面藏经阁也关了啊，都要去恢复的。那个对我很深的，我也不晓得啊，就是在啊有缘啊，一定要去给他恢复。真的讲，这个18罗汉的不一样哦，我们去那边看的不一样，所以看这里才知道，并非雕像所显的各种啊姿态，而每一个手上都拿了不同法器，有不同样子，并且对嘉宾发出微笑，有的并且啊对这个嘉宾点头致意，嘉宾所见为罗汉之灵，啊，而并非只是一般肉眼所见的雕像之样。说罗汉当然知道嘉宾之来历，乃是四圣中的菩萨，啊，菩萨界下凡。如今嘉宾又得人身及清净之灵，
应俗世及法界之灵而下至人间，实是令十八罗汉赞叹。所以嘉宾心中啊，有感应到，难道这十八罗汉和自己也有因缘，才会来到此处，并且得见了这个罗汉们的种种悲心。日复一日，每次早课到大殿，经过十八罗汉，都见到十八罗汉早已经排成二列，准备和出家众、信众一同参加早课。当时约凌晨四点，许多信众并未常住寺内，于是天天以乘客之时由家中出门，进入大殿，排在最后几排。亦有信众一周之内选择几日住于寺中，才来得及参加早课。当时是寺中早课为事务所法后，常坐入定，而与打了行榜之后出定。我与严中得见，亦有许多年众早已等候两盘，就准备听法。临众就是有寺庙就有鬼神众，因为他们想要求解脱，所以你到那个台湾的寺庙，外面鬼神众很多的，为什么？他们也是想要一席之光，所以这个寺庙也是在救鬼神众，很多人不懂，所以有的人没有修啊，附体就多，这个好像呢，曹师姐跟那个刘师兄去就有看到，很多的人所以准备听法后这个许多众人早已等候两旁，准备听法后，同谋入定与出定。当时我乃为入室参学之身份，先无法习禅，都是服务一般事务，从中明了师中作息。若有意愿再多加入学习，而后有意愿加入沙弥，再入具足戒，成为比丘之身份。这其中曾遇多见奇事，民间传闻中一言现身救众，与危险之时常有感应，故常与师中见有罗汉身，得令信徒上下之现，或不惜上香，双手合十，即是表示心香一束，与诚心心香传达谢意之时，即胜于百数相知所以这个佛法乃是心法，师中随时可以听到信众前来上香致谢，所求愿佛化显为宜。我以双眼所见信众前来致谢时，多与身中有微光，乃因遇事有所阻碍，而布施或化愿之后，扫其障碍，而后遇善念。所以布施很重要像在我们大佛寺，布施更重要，来做佛事还得了所以这个佛地也，所以扫于障碍，而后遇善念。这个多有罗汉示现于闻导开导或依其布施及化愿之福务福报或功德到何处，而给多少帮助。在此之中，佛是罗汉及信众之关系以佛是乃因正行无邪而得正行，正凭罗汉住世而依信众化心而满其所求。这个此为当时世中以世行救世之因缘，说世中香火鼎盛为城中人民精神所寄托之处，我亦顺利成为世中沙弥。当人见上香香当能够见上香者过去之暗处，或已将遭遇难关之处，如果
在住持与俗家之时，若是有言或是家人会开口提醒，但是此时已经成为出家众，不是以以前之身份，更要谨言慎行才是。其实师父早已经看在眼中，见我心生困忧，在说与不说之间，不知如何拉捏才好。有时候见心中问题已经令心中困扰不起，或是身中冤情附身，而来世中向佛菩萨罗汉求救，更感受众生之苦无边。师父便在禅堂中开始：佛菩萨是谁？众生是谁？冤魂是谁？我是谁？令弟子禅师。当我以沙弥之身同师兄们在禅堂中参，于是我突然心中一亮，有了答案。众生是佛菩萨，是冤魂，也是我。这只因为因缘不同，所以而遇不同，显得不同。我于是请问师父，是如此吗？师父说，我只答一半，另一半为长处，叫我先放下，到时候就有答案。某日当我得到一个夫人，与慈善罗汉相前合掌，口中喃喃地说出许多话，然后满脸恳求罗汉指示。只见慈善罗汉双手之上一挥，空中出现了夫人之夫婿，正和一位女子花前月下共饮之状态。只见夫人化作哎呀一声，夫人或许得见罗汉所见之景，或许未见景，但是心有所感而掉下两行眼泪，而后持善罗汉所在一飞，现出此夫人之前，视为难众，抛弃虚而强人之旅，故此事得到呼吸抛弃之同。夫人仿佛也得到罗汉所现自己，而停止哭泣，渐渐平静下来而去。我见自己心中有感，随缘便是夫人之心有所求，罗汉所现则现，亦是有缘度之。不久之后朝廷传来战争，许多家中男丁受征召而参加战争，一时听闻战亡之事，每每隔一段日子便见城中传来战胜佛战败之消息，而信众亦因战争而进入佛寺时减少，此当此时更知众生之苦，又再加一层苦。少了佛法的熏习及正向的支持力量，只有苦。我见城中一大片黑雾弥漫，于是心一惊，直觉城中应该有什么变化，但此念头一起便被我打掉。师父曾经教导我要清净清心，方能见真性，定心自在，不为外境所牵，故我尽量保持心无物之状态，当下有在做事，及集中精神，专注当下所做之事，当下听法及专心听法，当下坐禅，心不动与任何境，喜怒哀乐皆虚妄，不为虚妄之境所动，虽见可若无见，虽听可若无听。然而心不为任何境界所动，是为得定。得定后身中所为境中能明，这个意境更得知道如何处理，而心不为所动。若能如此，
即可入世救人，见虚妄不为虚妄所动心，而就为虚妄动心所苦之人。所以闻因不为虚妄之因所动啊，而就为虚妄动心所，你们这个都要学，像这个对你们也帮助很大啊，都不要自己还没有本事啊，这不要说，这个真的讲，你一动了又污染了啊。所以这个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皆是如此。我见罗汉以即是如此，故即使眼前心中哭泣不止的诉告，罗汉皆能够啊如实的实现，帮助众明白事实，接受啊接受所苦，面对所苦。因罗汉人不为境所动，乃然自在。这个就是因果，所以才不会因境所动。此不动之功夫啊，实在是难解众苦，救世之必备能力。于是与定中，我人不被定中之境所牵，加上本来具有之能力，日后竟然也能够也能见到师兄弟定中之境。但我已经渐渐学会渐若无见，或听到一些声音，但已经渐渐学会。他厉害啊，见到他们师兄弟定中的境界，这个大家都要有的。就好像啊，我们现在在操作能看到过去，这是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当你渐渐呢啊，这个学会听若无听，于是所现本性，少言沉稳啊，与修行中更增加了一份平静，能有定，方能啊面对众生，处理众生问题，而不被这个众生间的啊所动。十五岁入世与今，五个年头过去，在五年之间，除了经历过之那几桩事情以外，自己在禅定功夫初定啊三个月，了不起啊！禅这个能够坐禅三个月，在世中是不是平常之事？原来这个大，他的底当然有了，他是逼着我来的。哎呀，菩萨法界没有定不行，三个月，哎，新老三三个月，这也是三个月，啊，所以这个似乎都是平常之事。原来这个大盘腿一坐，灵气世界是无量无边，确实能够啊遨游天际，看见你平常看不到的事情。在这时候，最重要就是要不为所动。心有所动，世界是复杂不明啊，然清与单纯初定明性世界是有所不同。在此中啊，可以得见过去现在未来啊，至于所见的内容为何，又与因缘有关啊，或者心有所言，想到某一方面去啊，或一方面之事啊，入定中啊，一者念头自然见到景，而所见之景越是灵性清明时越是清晰。这是在知的部分，即使知道，但要如何去解，可解能解，不能解就要靠智慧。所以戒定慧三觉是佛法修学任何宗派的定课啊，不论是如何的修行功夫都要靠智慧。行于世即度众生，越是啊越是空越是静，智慧越是能显。参禅的目的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我们明白佛是为了救世而来，那是一种坚定信念啊，必须要无我才能够真正无心而为。这一部分是在理上可知，但在事务上欲静练心，才知道自己初定之后还有多少真实的功夫，那才是真正啊经得起救世度众的考验。受了具足戒的我啊，正式的比丘法名为释情海，披上袈裟，将此身心奉承上，
尘刹是众生，一微尘啊，一刹土是众生，何况生而为人，人生更是尘刹中之尘刹啊，一微尘一刹土之中还有一微尘一刹土，维系之中维系，那哪里需要我便往哪里去，所以这个维系中微尘中需要我，我即入微尘中，刹土中需要我，我即往哪里去。只是自己啊沉稳许多，在这禅定的功课上日不可退啊，一日屋外突然起的刮风，刮起大风，下起狂雨啊，大家知道天象有异状，师父明白我的心起了，我的心有起伏，要我定心坐席入禅，我则一如往常入定，见到尘中及佛事既然都化成平地，我的心一惊啊，想再往前看去发生什么事情，眼睛却一片白茫茫看不清楚啊的情形，师父阻碍着我不让我把镜看清楚，我知道自己心中已经有所浮动，不宜再继续做下去，于是出定，心中坎坷不安，将此告诉师父。师父说，定中所见的眼前一片白茫茫雾啊，是由自己心中所起的念头啊所现的障碍，这也是为何入定者不能有所动心原因啊，因为看不清楚事情的原貌，只见到一部分，有时会造成心中挂碍不安而障碍修行。师父教应该将定中所见之境放下，心平之后才能再打坐入定。于是我一师父交代，心平放空二三日之后再入定。啊，时所见尘中即是佛事之境，只见漫天战火，杀伤啊如若爱好平地，连佛事也难逃灾殃，佛事中的僧众被迫离开凡俗，我则着急的想看师父的情形，可是放眼看去不见师父踪影，即见具有火烧屋，火灭之后渐渐烟雾，我心中开始动摇，心不安，颈部冒出一阵阵的寒颤，这是我之前从没有见过的经历，眼前景是如此的真实。就在这一刹那中，我竟然看到师父端坐禅文中，而身体与佛事一同受着一场大事啊，焚烧身子，挺身而无息。我惊吓中出庭，不敢告诉师父，倒是师父叫我过去。其实师父已经知道事情的前后，我的起心动念是无法逃离师父的善意，师父叫我放下工作，共也难逃。我问师父，难道没有化解的良方吗？师父说，不久之前将有大军入城，所见之景即是徒儿在镜中所见之景，师父一人之牺牲仍救师中弟子之命，舍生死不为喜，亦是无憾，但是城中子民共业难逃，十三无数为师之力，这难以壮志。我问师父，有我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吗？师父点点说，每个人来世上有一回，都带着过去世的业力或是心情的功夫，其来处与今生之关系，除了六道轮回之外啊，向有四圣法界啊，其师徒啊，可是自己之过去啊。我告诉师父，我从没有想过去看看自己过去，一切佛在当下便是，过去对于此时当下会有所改变吗？佛在世上
除了受到六道业力支配外，出家身众不就是佛陀愿力当中吗？增加自己思想，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他讲的都是对，像过去都是不要啊，像我们有过去，第一个就伤害自己啊，这个真的很棒。所以师父点头说甚好甚好啊，不妨为是频率的教导，色身与世不在于寿命之长短，而是在佛与内行。如果色身用来为重啊，待众生苦而有所看、哎、你们这个想要见性的这个都要看了哇啊，这个你假的把色身就舍了，这见性就很快而有所啊，伤祸剧痛啊，损毁神智三明之时啊，亦能够无怨无悔。像我胡宝达，其实现在我在就是我的色身啊，终身都会掌握。那现在我看他今天真的讲，那跟别人古人比啊，我是幸运很多啊，这幸运多在哪？我有护法，像我现在人家找我，我脚出人脚筋把我拉筋了啊，我马上说，哎，委托不是啊，禅人法师谁拉我筋？哎，一下就好了啊，像他们就没有了。现在看了这个，这才知道说有护法跟没护法差很多。现在佛教的很多人保护我了，保护我，所以我一叫他们就到。不然我昨天晚上抽筋的很厉害的，我说、啊、到底谁给我抽筋啊？啊，委托菩萨，你们俩睡觉，一下就好了。所以你要了解救人没有那么简单哦。现在看到他这个，我们救人真的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大心没有办法去，啊，所以这个此为真定之人，色身与世有多少之价值，存于心中，意思随境而能够。有所付出，将此身心奉承忏，便是口号说说。学佛之人呐、啊，当随时有此身为众而存，亦为众忙众而忙之准备。此为色身存于世间之意义。徒儿啊，啊，既然你未真看见自己过去，此时之因缘，为师可告知，徒儿乃是世身之圣者。啊，此次。下凡乃是因缘共聚，此时现在徒儿过去世所积聚之福德功德之资粮，可以啊降低此啊此成名共业所取灾殃之时长，但色身因此而毁，徒儿可愿意？我二话不说点点头告诉师父。啊，此次师父开口说几句之内容时，徒儿即可预料到之后之情景，请师父不用担忧。徒儿不过，徒儿不过是一介凡夫，能够将此身呢、啊、奉承啊奉献于臣民，死不为奇。师父再次点点头，听见师父一声，啊赞叹说：“该来还是差不了。”一日无意中，双眼又见到城中一大片黑雾弥漫空中，后来得知师父找。与日前起身入城，啊，亦化解城中即将来一场灾难，啊，这灾光及黑雾弥漫来快，啊，以现如今呢、啊，只能够将灾难减少。师父出门前交代师兄及弟子，作息一如往常，不可受到阻碍与干扰。我心中有不祥之感，见到大殿之佛来如如不动。如山，于是我跪于佛前合掌，问佛：“将何有此不祥之预感？”佛垂眼见我，在佛前，我显得如此的渺小，啊，于是有悟：渺小不在于外形相貌，而在于心。若是心量有限，即使外形高大，还真是啊渺小无力；心量若是无限，即使外形渺小，还真是高大有力。心量无限者，得见真性，得真功夫与自在，才能为众生为实啊，能救众离苦。啊，这个有时悟之后，自知自己未见自性，无真功夫，尚未得
真自在搬不了师傅，不知道师傅那里现况怎么样。突然想到十八罗汉，那个个都有真功夫，得真自在，他们能帮助师傅救众人的，于是前往十八罗汉殿。我用飞快的脚步速度到罗汉殿，在殿外脱了鞋，见到罗汉，便是跪下合掌，求他们帮忙师傅。其中葫芦瓶罗汉将手中的葫芦往下倒，流出一条水柱，那是提壶，提壶的水，提壶水所洒之处的众人，便是有因者，全是因此得清凉而解脱。下一幕更是葫芦瓶罗汉倒出提壶，提壶水，但是众生乃未得到清凉，于是罗汉只好手持罗壶在旁看着众生受苦，却是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明白罗汉的意思，有缘者得度，无缘者度也度不了。此时啊，我才想到罗汉应该早知道师父及黑雾迷茫中之事，能帮忙早帮了。此时我懂了，要救众生不但要有功夫还要有缘才能得救。难怪师父要大家作息一如往常，不可以受到阻碍干扰，因为急也无用，帮不上。但是精进修行要紧，这时候都希望自己有功夫有本能跟能够有能力帮助师父。好不容易等到师父回时，身上空着黑雾弥漫渐渐退去，我心中一块石头渐渐放下，师父就是师父，回来是一如往常，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倒是一同前去的小师兄回来告诉我整个过程，原来以为会有一场暴风雨的，却没有，真的是如同我所见的，黑雾中魔众与神众打斗之后，神众战胜魔众，天空乌云及弥漫的黑雾退去，师父一定是加入神众那边。师父有一个高超能在定中极小的能量，用念力帮助山川大地充满真气而解决问题。像这句我阿妈就要教你像我来到这个贵宝地图伦巴我每天早上就来超度，给他们放佛光，放这个佛光，把这个冤魂软动草神地神他们一看我们来光到了，以前刚到他们都不理，后来超度他们都理，这就是跟这个一样。所以他的师父是用正气把这三个大地就是加到存上，比如讲念佛啦，像我都教他们念佛只要南无阿弥陀，像我们的花南无一到，他们会跟着念佛。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图伦巴这个古曼节这磁场好就是在这里，这个就是这一段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像你们都要有佛名之力跟着图伦巴跟这个古曼节要结好缘这个就是我们佛事要在这里所以这个整个山庄海流都要一体的，像这样做是对的所以这个而解决，这个用念力帮助山川大地充满正气而解决问题，因此而救人救生灵无数。这是我在定中看见情景，不仅拍手叫好，佩服师父念力得了那要给大众讲，现在我们学净土念力很重要，阿嬷给你们讲要听你在念头越善光强，念力越好，对自己帮助很大。比丘你要听你们在临终都要听。再有一次大观前来寺中拜访师父，师父在前一天便把叫我们到场外，叫我们看见常屋内有什么不同。我看常屋一如往常，师父说看看佛字下的佛座所供的一尊佛像，所中及周围有何不同。
知道是蓝陶古，说佛像所及作为跟文昌一样，怎么不同？所以一样，两手打吉祥，结做得好好的，周围的水果放得好好的，结果是放在佛前的梨子，少放一颗，更是长足大意，少放一颗，那水果是有城内大官定期供养、侍中供养的。师父说，明天这位大官回来，要我跟在身边。结果，大官一来，见到他的神色暗淡，原来最近家中不安，闹鬼，希望师父帮他抓鬼。连我都可以看见，鬼就跟在他身边，是一位披头散发女人，张开大眼睛，愤怒去看他。难道大官看见，有看见，不然怎么会吓得这样？大官说，他在梦见有见过这个女鬼，他又不认识，请他不要这样对他。听他这么说，女鬼更生气，脸色更是难看。大官好像有感，也发出一个冷战。师父就请二位上禅堂坐，师父早就请师兄，请师兄弟离开禅堂，用手指着梨子。大官一惊，脸色变难看，退三步。师父说，曾经用梨子做过什么？大官这时立刻跪下痛哭，他这一举下了我们之周围的水桶。大官说，他这一次误了一个女人，那是他的糟糠之妻，为了能再娶，现在恶人之躯，在他水底下加毒，让糟糠妻吃下中毒，全身皮肤变而亡。梦中所见女子就是这位糟糠妻前来讨报，并且就是刚刚所说的家中那鬼子鬼魂。师父请他忏悔，化缘布施，并且将此功德回向给女子。如此一来，女子师父心中较平，但是来在身边不足。而后师父说，必须对女子有具体行动。大官知道自己过失，所造之事，还是要自己还。于是他说，他回去会自首。大官说，大家以为赵康区是糊涂之心，如今要还他清白，他是被我毒死。大官说话，整身无力，瘫软跪在佛前。女子一下子竟收回了愤怒，脸色满脸怒化，成为一个憔悴无奈的女鬼。在师父的规劝下，愿意在大官这样做后离去。之后得知这位大官如实造作，被车官离乡离去，前来示众，谢过师父帮他解围，否则可能连命都不保。我便加佩服师父善巧智慧，有他心通智慧，化解一桩命案。而供佛的梨子少了一颗，师父冥冥中暗示着这一颗梨子是大官所用那个小毒梨子，因此解开此案。说的时候，城中突然传出敌国大军即将入城，这个所有城中证明为了离城的快一点离城，正当证明惊慌之时，大军奔驰而来，幸而我军及时赶到，与城外两军交战，使得原本平静城一时之间受到警备，每个人惊慌之色。才两天的日子，两军交战几回，听说战争越是拖下去，对我方越不利，因为京城中战力吃紧，整个林国军起义攻占我国，实在现在有军力吃紧，臣民无处可去，因为到处都是烽火，只能往山中躲，而敌军追杀紧，我慌不让臣民离开，唯恐发生变化，
许多村民上山躲避，十五十倍打开山门，一时之中进入许多贫女信众及村民，希望能够进来渡此灾难。毕竟大家对出家众及佛菩萨都会敬重成分，较有保命的机会，连大殿外的走廊铺个地垫呢，都能够为信众啊暂时之住。啊，佛寺乃在城外之地啊，所以没想到敌军城外对战之后，竟然派大军人马往佛寺喷去。听闻佛寺有诸多臣民聚集，而且可以作为啊遮蔽之处，布大军来到佛寺，敲门声溃散啊急速，大家来不及防御，也不知道今天会有敌军前来。有时中三门开门，三门被压进室内，接着就是一阵的金黄四射，十五闻声出来啊，一见到前大队的马，心中略知一二。军队中有人喊着：“是你住持是谁？请出来！”师傅已经渐渐坐在面前：“是我老身在此，请问这将军有事吗？”这样说：“我不是将军，我不过是个副将之一。听说你们是你啊，有得吃，有得住，有得穿，我们来前来看看。”师傅说：“不敢，不过城内啊，有些居民前来暂住一阵子。”副将说：“既然如此，我们也在这里暂住一阵子。”师傅说：“目前室内可住的地方都让居民暂住，恐怕无处可住，会对副将失礼。”副将说：“荒唐，有地方给居民住，既然没地方给我们住，你找死。”这时候大师兄原本想出来阻止对方不可以对师傅无礼，被师傅给止住。师傅接着说：“请副将息怒啊，室内为清净之处，老僧乃是为室内清净，故说此言。若是各位不嫌弃，现在各位现在所站地处，即是可于暂住之处。”只听到将军师门一阵喧哑，副将说：“站的地方怎么啊足够我们这么大的块头，每个人可以啊躺可以坐啊。”这时候说：“这已经是你最大地方了。”副将说：“没想到出家人竟然如此待客人之道。”师傅说：“各位如果不相信，现在所站之处可以成为客栈之地方，可令各位啊住几个晚上不妨。各位现在可以试试坐下躺下看看位置是否足够。”只见眼前许多将军士兵真的就坐下，甚至一躺，奇怪，竟然还有位置，还有空位，还有翻身，明明就站得密密麻麻，怎么有这件事？说：“在你看我看我看。”他没说话。副将说：“可是夜里啊露水会弄潮我们的衣服啊，这个往上看就是天空，要怎么睡？”只见师傅一挥，师傅说：“请各位把头往上看，是否看到天空？”只见大家一躺，啊，这个医生呢，副将说：“奇怪，明明刚刚是天空，怎么现在看不到天空？”师傅说：“现在相信吧，你们所站的位置真的可以当你们的晚上的休息地方。只要副将跟士兵啊，只见副将跟士兵交头接耳之后，你们这里真的有点邪门，我们三人结束，今天只是在此探查实际情况，还不打算住下，改天再来吧。”退！见大队人马往城东奔去，说：“大家刚刚的情景捏了一把冷汗。”只见是丹丹说：“没事，就坐回疗房。”室内经过这一事件后，开门啊，开山门前都要先问过对方是谁、何许人，才准开门。毕竟这时期总是多一份防备好。总说城外的战事来来不断，城民啊心中开始啊恐慌，所以城内的城外这个互不相交通。隔了几天，四门又听见急速敲门，此时有师兄去开门啊，问是谁？对方废话少说，开门便是。
啊，这个师兄啊，赶快使颜色，请师姐赶快去通知师父，他们说师父已经站在事前，眼见一位大队的人马，前面的将军喊的，想必你是住持吧？啊，师父说正是老僧，请问将军今日啊前来有何事？将军说，听说你会使用放术，那么请你便发一些吃的给我们这个饿的肚子，眼前的士兵饱餐一顿。师父说没有什么方式，吃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供养大家，倒是有一些清粥小菜，不知各位是否可接纳。将军说也行，先闻一闻肚子说。师父说那请各位等候，总得给我一些时间准备阿佛煮粥。将军说可别让我们等太久，于是师父请师兄们赶快进大的准备。有关人马看来是有百灵人，不久一大锅的腾腾粥啊被挑在士兵面前，只见士兵啊盛了粥之后啊燃火焰吃了一碗又一碗，啊怎么做还是跟原本一样这么多。于是将军问你们粥是吃不完吗？师父说怎么会有吃不完道理，只不过你们先吃先用，还有许多人还爱饿肚子等着呢，总得留一点给他们。将军说这是你们的事，我可管不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于是转头就离开。大家对两天所发生事情对师父的机灵感到五体投地的佩服。再隔两天依然一阵急速的敲门，而在大家心里准备之下，无论如何对方做什么说什么就让师父出门处理，以免处理有误。发生问题这一次开门，师兄心中大惊，士兵怎么比以前那两批还多，而且怒气冲冲，一进来面对师父给你两个时辰，能跑就赶快跑，这里是邪地，我们要烧毁这里，烧毁这里。大家心中非常惊讶。师父问难道没有其他地方？对方说没有，你们还是赶快全部离开这里，包括出家人。师父于是对大家说大家就照做吧，要离开赶快离开，只要信众们，大家匆匆忙忙整理东西离去。两晨后师父只见到师父及原本出家众而百姓众皆已离去。师父松口气后先对弟子们说，如果为师有任何状况，你们千万要好好的活下去，不能擅自，一定要勇敢坚强活下去。大家心中有无限的预告，我则不语，心中一直祈求活力加持。帮忙师父之后，师父转向对讲上对方说，现在之中就剩下我们。对方说你们不说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收到指令，将此火势一把火烧，难道你要和火势同归于尽？大家深一口气。只见师父平静说难道没有其他挽救方法？对方打量了师父说本来的指令并没有提到其他方法，但是此时啊我见到你心中真诚啊，很想放你们大家一条生路，但是我总是要对三方交代，如果你们之中有一个人愿意自焚表示此事清白无邪，便可以放大家一条生路，且佛事也可以免去火烧自己。只见大家师兄说先说他愿意，啊大圣再来是二师兄，连师弟都出来说他愿意，大家争着说。只见师父说别说了，都退下，平日应该教的该说都已经教好，我已经反省了。于是师父站出来对方你说这个人就让我来称他啊。弟子听见立刻全体跪下陈秋师父交给弟子。师父跟大家说此节除了师父之外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他。接着师父对大师兄说是佛事交给你，接着对我说青海啊陈列师姐教你，大家虽然不懂师父的旨意，
但我会证明，我跟师父点点头，师父我会的，你放心。一直师父对方说，请你说的话要算数，一旦有一人自焚，更可以放生中啊，佛是一条路，佛是也可以免去火烧之劫难。对方说，以说书话不会收回，大丈夫说话算话。只见师父坐进大殿，礼佛三拜啊，之后在大家面前盘坐，然后师父身上点光四处，一片金光，弟子跪地哭泣，师父以自己的三昧火自燃啊，以师父祈祷，哦，他有三昧火，跟达摩祖师一样的，哎，赶快问去哪里问师佛啊，他是那，他三昧火，以前达摩祖师是三昧火自己走的呢。啊，问佛他在哪里，所以自焚啊，大家面前，他把将军师们吓一跳，没有用到一把佛根，自焚而死。这片金光在大家面前如此闪耀，我们只有看到师父的灵出体，带着笑容看着大家，而后在金光渐渐熄灭中，师父身影渐远去。只见地上师父盘坐的啊形体，在一阵风化为灰烬。啊，弟子们已经力不成身，啊，将军士兵见到此状，掉头离去。因此师父实践三昧真火难生，化解这一切。哦，厉害，他的师父真厉害，三昧这个是达摩祖师是表演的呢。啊，这次化解这一场劫难，此后的日子由大师兄啊担任其住持教授，军队也没有再出现佛寺中啊这个啊极老大家，这三昧佛来修行，习禅习修禅，四禅八定功成就之喜，真佛并非是出佛，可视为体内之气，以体内运行而成为热气，热气运用之路啊循环于全身，身中毛孔啊因热气散出放光，而热气与光已达到合处，可由念头控制，真功夫者可自在运气，运热与光到合处程度啊，即可以热化火化身体筋骨肌肉，使得修行者视线光和热燃生离而去，地水火风化为灰。城中传来战争，我告诉兄师父之前曾经教导我要救成名之事，大师点头告别大师兄，我今天离开佛寺，走到城中被禁止入，我对师父恳求，我是一介出家人，身上不带任何东西，而是身无分文，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被锁身之后啊悄悄进入幻路城内，进入啊眼前这一片哀凄哀，孩子哭泣，大人哀声四起，我问着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我心中一片空白，毫无目标，走在大殿，突然有一位施主前来问，请问师父可以安顿之处，可有安顿的，我说暂无，师父说可我先到湖上一趟，我点头啊，被引进一间大户人家，见一位老妇人躺在床上无助的眼神看我，我坐在老妇人身边，看到老妇人气息非常的弱，于是我说请问老妇人可有放不下之事，妇人说我儿出城一去不回，之后竟然闯出投靠敌国，而且是此次攻城的将军，我懊恼怎么会生出一个叛国贼，所以心中怒火攻心，请师父为我解，要如何是好，或者说可以帮我安排见将军一命啊，胡人点头啊，这个等到两天总见到将军，将军知道我来便落石不上，一见面就说你是代母来游说我投降吗，不可能啊，我会坚持到这一刻，胜负未明，我不可离开，我说我并非无耻，只希望将军不要伤害到臣民，将军说
既以前来也是敌我之战，我方粮草充足，到时你们已经所剩不多，再这样下去你没有几分胜算，应该清楚。我说啊，我是一个出家人啊，你们啊，我们啊，啊，你们我们对我来讲都是一样，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佛慈悲，希望能够将死伤降到最低，甚至不要有任何伤亡，能够结束此战争啊，互不相残，每一个生命都有啊，都很宝贝宝贵。在此希望将军啊，将啊战旗缩短。将军说，依照我国军令，需要取到敌方之将军之手，表示胜利反国，不到如此我是不会退。我说有其方法可以战术啊战旗吗？将军说，我方不会先退军，目前未看到出对方有退军的啊打败，这情况下我方粮草处尚可撑一阵子。我说可问将军何时再出军？将军说随时备战没有合适。我说可我安排我跟我国将军见面？将军说那必须要先写信去与对方约。我说有老将军，我被通知明日前往我国啊驻营的军队见啊面见我方将军。将军开头便说请问来者何意？我说啊，臣民经过这段日子战于有失常，请问将军是否停战之意，让百姓抚慰啊平日之事？将军说对方未退军，我方不可能先打退去，若是退去即表示宣啊战败，目前看来胜无畏畏，不可能先行退。我再请问将军可以开放部分臣民出入，有些老兵已经呈现危险状态，需要出城一并，甚至有些已经死亡。将军说出城之状况尚未解除，在我方还没有把握之下不能开放，于是我便暂时离去啊。这个看来两方将军处于敌方状态啊，都没有退军之意，这样看来臣民啊乃然属于被动的受害状况。在想到进城时看到城的状况，看着天下乌云密布，看来即将有一场大雨发生。果然啊盆啊顿盆大雨及雷雨啊，几乎是提醒大家一场战雨目前呈现的僵局之状况。大雨连续三天消停之后，再连续下了五六天，连日的大雨，许多地方淹水，听说城外的河水已经高涨，若再下去则有海水倒灌之危险，并且待天气转为阴湿寒冷，臣民更是哀声四起，最不希望发生事还是发生。说大雨连续下半个月，四周城河水漫至城内，城外是敌军，城内是我军，因为大雨无法出兵，乃处于这个自对峙状态，只是粮草越来越少。在一天的夜里，海水倒灌，由城外灌进城内，整城几乎泡在水里，城外的军营逃避无数，而敌军将军啊坚持不退，听说啊有一些死伤，我的心啊总着急，我担心臣民状况，前往军再拜见将军。将军此为意向，尚未碰过出军事连下雨，将有两个月啊，这个而城外有军驻守，除非京城有这个有驻军来，火神啊，粮食且无所剩不多，再苦锁半个月，粮食将会尽，希望能够转机。而雨势不断，已经有一半臣民处于多日挨饿而未进食之境，此时若出城，
必定是两军一方厮杀，成立无军队驻守，到时战胜啊一方进入，即表示此战役结果。这个如今两方僵持下，眼看城民有三分之一身亡，剩下三分之一饥饿半饿死状态。将军说城内没有啊反援啊反军，城京城也没有骚乱汛取，在此传即使全军覆灭，即使牺牲城民百姓，也要思索到底。我没有任何退军的理由，我便退退出营之后，我归何尝啊？诚恳的请问佛菩萨啊，请佛菩萨啊，指引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今日不论胜败如何，只要能够保住臣民之生命，任何方法我愿意去做。于是眼前出现师父的影像，师父天机中指着东方，我不知道这意思，再请问明师，然后接纳灵光乍现。东方为日出之处，如今长期的落雨，最期待是能够见到日出，但是要弟子如何做？刚好敌军是驻守城外东方之处，于是我便前往面见将军。使将军见我来，面色难色，开口说：“敌军未退，我方不可能退去。”我说：“可我约个时间，与我方将军来拜见将军，共赏此玉。”将军说：“不可能，因为当两军将军共一坐一处，阿基表示协调各退步。我方目前为止暂无此意，是要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分出胜负的时候。”于是我退下，周旋于两方之间，深刻可感受到，对于我国与国之战争，伤害最大的是无辜的百姓。啊，我也尽了对两方将军的祈求，希望对臣民啊三道罪体。突然敌军团来退军消息，我方城内复方士气苦战这么久，终于得知的，但是只听到消息，未看见敌军退。再隔两天，敌方果然大举退兵，我军于是庆宴，大开城准备回城报告消息。末了隔日半路，突然敌军反攻，我方不及，被城门呢被攻破，竟然被敌军占领城池，我方战败，军队陷入啊城内将军临时不屈啊被俘虏，于军中剩下士兵，这虎城败战，没想到啊输的敌军的退兵之际，于是整城臣民最低的死伤之下，易主为另一国之子民，却是在城中啊，军民啊相为恢复，这个恢复原本的生活来修复其间，啊，竟然另一国敌方来袭，此事突然，幸而城门来得及关闭，啊，战胜的军队相为惶惑，啊，亦来不及补充军粮，啊，此即所谓的螳螂捕蝉，啊，黄雀在后。对方敌军在不到半个月攻城时，成为战胜一方，只是原本胜方因为长期好战，难以抵抗对方的攻击，成为阶下囚。啊，这个短期内有如此大致转变，不论臣民或是老人妇人，将军儿子也难预料会有如此下来。所以我一直先住在老夫人家，所以老夫人对儿子将军儿子啊，从原本失望之后的希望，希望儿子啊将军儿子好好的照顾臣民，到时候将军儿子成为战败俘虏而感到难过，我心中明白这些的变化是早已注定，于是安慰老夫人：生死有命，许多事情也是命中注定，
如果要转命，必须需要大运才能转。那我问如何大运才能转业？我说有利于大众，无论任何私心的愿是最可啊，无任何私心的愿是最可贵。于是老人发愿，用所剩的家产，在城里啊出资盖一座佛寺。就在老人发心出资一座佛寺，当地传来消息，将军被俘虏啊，被送回国啊，被送回国战胜国时，原本要被判五马分尸断头之罪，之后被啊赐死留情时，而后又被啊赐这个赦免，可免死活命，成为平民百姓，乃非常可见之举。老夫人知道，我知道，只因为老夫人发出建盖佛寺，救了将军儿子一命，于是老夫人心中感恩下跪，磕头佛恩。老夫人将全部家产拿出来，城内盖佛寺，因为全城处于战争时期，许多啊老病死的亲戚，大家忙得恢复家业。长期的战争成为心中伤害，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平复。佛寺很短的时间内，在大家同心协力下盖成，啊，我成为所任的住持，啊，佛寺也成为全城精神寄托之处。我尽心尽力的经由禅法，将佛法、心法、心品啊、心安及因果道理教育给全城居民，见到大家慢慢的从战后啊痛伤恢复，心中啊深感欣慰，也招感许多的未成名出家。啊，这个城内啊，啊，这个渐渐的有了沙弥及比丘，啊，以禅法有了乘船，也算不负佛恩啊，啊，不负佛恩师恩。我终于明白，当初束手无策之时，见到书指着东方的意思，端为日出之处，乃是可见到佛寺与城内建盖起来，成为人民心中朝阳，照亮大地，扫去人们心中灰暗，让佛光普照森林。佛寺运作顺畅及知识清楚，誓言已尽，此生无悔。我以45岁某日，召集弟子们以佛殿前，并未多说，只简单交谈室内一切事物，并且对大弟子说，佛事就交给你。在弟子的纳闷中，我已经啊旁腿端坐微笑中，身上自然发出火光，一时之间金光遍照，而后火光熄灭，身与佛灭之后，外形乃可见啊，体内已经被生佛佛化，一阵风吹来，外形随风散于大地，与大地合成一体，身归尘土，无存一，空空来，空空去。我含笑着起身上面真佛的阿斯，同时临出体，我无疾而终，笑着看着啊大地，而后之灵往上直升至一处天地金光，我自然安住此地四圣之地，而以定中无任一，只有无尽的寂静。突然闻耳传来了真正佛声，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这佛声含藏了无尽的慈悲啊，深沉啊，一眼深深佛号，道尽了对于苦难众生的救度之心。我在定中听到，沉浸在佛号声中，好熟悉的佛号声。当时以世间阿弥陀佛号为始间，口中称名啊，问候祝福之语，并未有言深入修持。此时在定中听到几回佛号声后啊，我醒，此时已经是
800年或者现在，我惊讶在定中时如此啊，如此快，一切仿佛昨日。出定后，我循着身找到佛号，来自于相关大佛寺，啊，地处现在澳洲，而这个佛号是来自属火六字洪明的唱诵。我见到佛寺处于一片光芒处，光芒里，而且还有许多的佛菩萨在其中。啊，师众弟子团来的声声佛号，正在进行一场法会。仔细一看，我见到阿弥陀佛，全身金光，许多师众弟子正唱诵佛号，各个手中拿了一本经本，而其中一位带领者就是属佛。属佛手中那本经本，闪出光芒，浮出三十七念法会全体。啊，我才知道，眼前这一幕是佛寺正在进行三十七念法会。我惊讶与人间居然得见如此光芒，更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巍巍金光。我跟着在场无量的众生一同听闻阿弥陀经，下林居老居士每一时法会开始啊，法会开始的开始，由师父解释更加明了，换至此时佛法已经进入末法时期。我听着师父讲经，也参加每一次法会，深深感动。末法时期可以得知啊，得见如此精进不懈之见性法身之功夫，超度如此无量无边众生往生西方世界。澳洲相关大师由阿弥陀注释，由信众化心超度而做义工啊，经由文化而改个性，只真修者才有福德功德啊，得以和冤亲债主啊这个化解。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啊及殊佛才能够以自己和众生啊多少化解之量，而得到多少真实的感应，一切都由自己所做，他人无法代受。我乐见与殊佛成仙，化身超度。我与四圣佛弟啊，虽然同生念佛，我心中想求此离此地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无法如愿，却见到殊佛化身超度，啊，使与佛号声中及佛光中超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于是我明白了四圣佛及见性佛之差异，度众之心不同，空间不同，愿心不同。于是我同28重天天人及四圣法界世界四圣法界圣者们通知澳洲相关大佛寺，请求诸佛超度及阿弥陀接引入西方。如今青海已经如愿在西方极乐世界，并且感恩阿弥陀佛及诸佛给青海这个机会接受访问，将自己成为四圣者啊之佛法界者。这段过程描述出来，但愿有缘者能明白南无阿弥陀佛号的殊胜可贵，积极的修行净土寻回之行，发愿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爱愿意加入殊佛救世团队，因为是我化身超度能够打开空间，其中有太多与自己有缘众生还在受苦，亲爱可随佛度众。像我们刚刚看到他的描述，我也很了不起啊！啊，真的讲说人啊，要度众，要帮助众生啊，对自己帮助最大啊。好，这个书接胸口啊，这个是这佛开始，四圣佛之访问，法界听闻，许多法界众灵闻之啊，惊讶佛法界之佛。必须于此地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一种前来求超度。众生感恩我佛慈悲，我们是属于空间之修行人啊，亦有同世圣圣者一同听闻说我讲经，今天听闻访问，更深切的请求诸佛求超度往生西方。我们啊，师父的上传下传的那那陀寺也是很多在空间的啊啊，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啊，四青海这三个单元浩瀚无比啊，在人啊修行不是这么简单，你看他积德啊，一世一世的积德才到四圣法界啊，你看在这800年后才能见到我佛南无阿弥陀佛。像我们现在在贵宝地啊，大家要珍惜，像一下就睡着，一下睡着，这福报很浅的嘞，给大众讲要听哦。啊，这么好的佛法，啊，能够找回自己，是外面没有的啊。这个可以讲说，现在我们呢，啊，所讲的解义啊，就是佛讲的啊，所以要给大众讲，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好，我们来看，学佛不病不死，心中安乐。像我们呢，啊，那个网站呢，在讲经啊，都在介绍相关的佛事啊。学佛不病不死，心中安乐是真的。像现在的表法啊，我叔叔姐啊，今年呢76了，学佛不老不病啊，不死，而且现在跟佛学了一身本事啊，要来救度大众的来啊。所以希望啊，年轻人呢，有志要发挥。像你们的年轻人，这个毅力一定要大。救人呢，也要看看这个四青海啊，这个现在也是跟我们在超度啊。他现在下来，不管他800年啊，以前呢还很多要救度的，他会进入这空间。就像我这个脚上的1162位。啊，我每次操作就先把它打开，啊，打开它的空间了，因为它帮助我恢复腿部，帮完我这1-2年来啊恢复啊，我把它空间打开，它可以操作它众生的来，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新佛子还是宇宙菩萨、阎阿悉菩萨都可以的，所以大家都来做好事，啊，把自己业给还了。啊，不然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回西方？啊，回西方是休息一下，啊，再回来救众生。所以在一口气还在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有力，啊，能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那就没有来白这世界啊。啊，这个阿弥陀讲，学佛啊，不病不死，心中安乐。阿弥陀开始，佛经所以来，因子之所需，气衰败胎啊，是否难安？现在人很多，像啊几年，这个啊这个修行来讲，真修行的几年没有见的，这个几年再见的，一比起来，他气衰很多的嘞。像我现在看到我认识的人都不一样了，所以啊，给大众讲，学佛对自己帮助，不是对别人。啊，能找回自己本人。啊，说佛经所以来，因自知所需。啊，人不应该气衰坏胎的，是我安，是我难安。啊，你看我们活的时间，人都有死，你还怕死？很多人怕死的嘞，啊，你说怕死就不用死，还是要死啊？学佛不死，啊，学佛身体也不会败，而且能够灵敏觉知，像这么好的佛法，啊，这个可讲的阿宾阿里是大福报，你觉得呢？啊，你
你在那边再一百年也学不到这东西呀、啊，不一样的嘞，有没有道理啊？像你们这样进化一下，很快可以跟佛对。啊，要好好的来帮助众生，很重要。现在我们的房屋也给你们看了，你没有慈悲度不了的。所以我看到人家辛苦的休息，我一点痛算什么？哎，抽筋抽的厉害，啊，给你抽了。啊，这真的讲啊，这众生就是不放过，啊，你们要救，我就是不给你救，啊，不晓得自己要被救的，啊，所以现在佛现在很保护我，所以在上世纪的法会就讲不能入我的体啊，都讲得很清楚了，很多人入体就被抓走了，所以我给大众讲啊，现在呢。世界啊，啊需要救啊！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灾难频繁啊，我们可以给大众讲啊，其实可以缓解的。就像我们的疫情来讲，啊，我也给大众讲，只要国家元首来见我佛南无阿弥陀，你的国家就不会有疫情的啦。这是真实语啊，让佛法浩瀚就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气衰啊，坏胎是我这个难安啊，体气之虚啊，体形之变脾啊，啊体分之缺，这个现在外面很多的人，能活到这里，那就不值得了。像我给大众讲，这身体可以发挥最大啊，救了一个救人了、啊，你的能量就有。你不救人就没能量，所以超度很重要。所以每天啊，我叫你们早上要超度，可是你们就是听不下去。像这个经典都非常好，啊，像你们来不听经了，来这里就白来哦。我讲没听到，一定要听经哦。现在假如说你不听经，不跟佛走，来跟你走，你就会没命的来。也不能做主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回自己啊，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哦。啊，所以这个体气之虚啊，体形之疲啊，体分之缺，多少人过身体都是难以真正平坦。像我们讲经你要听哦，要为众啊。像我们现在访问也是为众啊。啊，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疲惫？早上他们两点都要起来的，他们精神非常可嘉。每个人都要战战兢，像我们全世界的讲，佛是我们的佛师。你看看，刚刚看了这个，啊，世亲啊，他们讲，他们佛师四点起来的，大部分都四点的哈，只有我们佛师是两点。像以前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是两点，我们从来没有四点。像我休息三十几年都是两点，也习惯了，不一样的，时间有限的，啊，所以心中常有难以赎尽的心声。究竟人间所谓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支持信？啊，像这个就是很重要了。为什么现在澳洲啊，天主教、基督教教堂都在卖？就是好像我们信仰的支柱，我有困难，我要找，啊，没有人给我解答。像你们，只要真的要修行来这里，佛可以解答。可是你们很可惜哦，佛给你们佛语啊，啊，给你们开示，你们没有照做。你们来这里就白来了。像佛的开示啊，我常常讲佛开示很重要的，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啊，这我们不是盲目的信仰宗教，不是的。啊，佛给你的开示要叫你改呀。啊，你都不改，还是走你老样子，你来这里就白来了。
而且你提呀，身体会一直衰老。啊，这不是谁的问题，就是自个的问题。我给大众讲要听。啊，像佛语很珍贵啊！哎，到底我怎么又这样？我问题出在哪里？不是你收藏起来就好的，要造句面对再来，很重要的来。所以佛才讲，究竟人间所谓的信仰是一种怎么样的支持性？佛法确实不是啊，不会是个信仰而已，不是的。佛法是慈悲啊，我是众生，我救众生，众生不懂，我解释给众生听，这是义工。像我们把佛法啊当作啊这个是一个寄托，都不学不行的嘞，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啊，来到我们这里没有进步也不行哦。啊，都在言不踏步啊，就是你的个性没改啊。我也给大众讲要听，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应该一天一天的不同。啊，你看人家的访问呢、啊，很精彩的嘞，每个人都可以访问的嘞。可是你把身体又抓得很紧，啊，你要访问也不可能。像我给大众讲，佛不是给你迷的，佛是给你学的。啊，你们都迷佛，来这里就白来了。啊，现在还没有来我们贵宝地，我跟你讲，不能迷佛。学佛，把佛的本事都学到是学佛。啊，所以佛心中称难易。啊，数尽心声，啊，究竟人间所有的信仰是怎么支持？啊，支持性，佛法其实不会是个，啊，是个各信仰而已啊。不懂啊，像我们在讲解不迷信的，每个人都要做。啊，不是你比较老大，我是国王，我是皇帝。啊，我修行，佛就送你，不可能的，都要真正的内在去改。你不改不能见性的，所以来这里啊，你们习气要改哟。习气不改，一天一天这样，对自己伤害可大了。啊，完全都在原地踏步，这样不行的。我给你们讲，要听哦。啊，尤其你们出家人在才严肃的来。啊，像我们讲，我在家还有家，回去等死哦。在这里啊，是救世团体。你还觉得你家有家，那我跟你讲啊，你要回去等死啊。很多人不懂。啊，说佛法其实不会是个信仰，啊。虽然佛法宣扬的是总精神，但是绝对不迷也不偏。啊，像我们在讲这个精神啊，很多人也听不懂。啊，佛陀的教育是所谓法界之中最殊胜一门，是真的。你看，你看阿嬷学到的啊，很棒的。不要讲说我老了就学不到，老了更好学。要看你呀、啊，放不下啊，这个从成长到现在，都要把它放下来。假如你有昨天了、啊，你就输掉了。我在讲这个，很多人一头雾水，这是真的。啊，佛法之中所有的教育理念都是希望孩子改变的道理。那我常常以宇宙准则给大众大家，像你不要看我们身体好像一个人心坏了，这宇宙就知道啊，你会减少多少，
都不能骗人。幸好呢，阿宇叔也知道。所以人道来讲，都不能做主，只有真理能做主。像我们喜欢长命啊，喜欢 不生病啊，啊，你不去行啊，不能进行的啦。啊，解啦，佛解啦，你要行，都要做的。啊，说佛的教育，所有的法界之中啊，最殊胜一门。所以这些其中都是要一步一步的，啊，真真实实的踏实。这个像你们现在学这解义啊，你们的比丘、比丘尼必须要学到，啊，跟经典能合成一体啊，就是见性了，都是自己身上的，真的对您帮助很大的。哎，你看你的新的脸相很棒的，他是比较没那么红啊，你没看他脸好很多了的，很快就好了。很辛苦啊，他们几个都好辛苦啊，现在朝路这些访问才知道哦，很辛苦的，这辛苦为了度众啊，现在自己也不在搞自己啊，搞自己很累的，好好的拜佛啊，念经找回自己，对自己帮助最大啊。所以在其中要一步一脚印的真实地踏行，没有可以超越捷径，就好像我要用飞的，没有地基啊，啊，挨二楼也不能盖啊，那个地基很多人听不懂，个性要改，像我们人道个性很烂的，也没人教，个性把我们给毒死了，啊，也没有任何比较于啊竞争的信念，就是要到无性，啊，下来怕吃亏人就很难了，喜欢布施人就不难了，像我们。本来就在布施也没差，做无作而所作，对自己帮助很大啊，所以有没有任何比较与竞争，这是学佛的大根本，就是要到无心，那样才是真正的学习佛法的核心，做多少是学的苏联的佛法信仰，但与如今真正要啊，在学习时啊，自己是不是有办法表现出什么，证明佛法殊胜？啊，要听哦，佛在讲啊，好多孩子随着岁月老了、病了，或者身心的历经沧桑，好苦好累，那不是佛法。像你看，我现在护他们呢、啊，在访问呢、啊，都是自费的嘞。他学了十年，你们没有学那么多。他在，啊，这个可以讲十年的时间呢，念十年的无量寿经呢。来我们这里啊，不要三年就能进行的，要看个人的悲心的、啊。啊，你没有悲心的、啊，专搞自己啊，一百年也不能进行。我在讲专搞自己在哪里？不能走出来，啊，站了也睡，听了也睡，坐了也睡，很苦的嘞。这个就专搞自己了。所以我也给你们再来我们这里做义工讲啊，你老了就输了。本来是来修功德成佛，变来修福德，啊，修福德就做土地婆，你们李仲做土地婆了。兰州就做土地公了，可以做大佛了，变成鬼道，很可怜的。所以啊，个性不改，只有死路一条，
给大众教听啊，说学佛这个，所有这样的信仰，如果一点都帮不上门，还会这个岁月老病了，还会觉得历经伤残。如果这一点都帮不上，那是纯粹的迷信。很可怜的嘞。像我们人到了，知识最多了，想学佛知识不断，也不能坚信。这么好的佛法，很棒的嘞。像我们这个，不能上电视台，电视台，一红了就不得了了，有没有道理？这网站太多了。也不懂我们真实，就像雪莉来我们这爱得不得了，有进来就知道珍贵，他也是修得很辛苦的，来这里才知道学佛原来这么简单，像这么简单你们都不能坚信，就很可惜哟。千万不要病病了，对着有没有排位病了就很难。